感恩执着台湾建国路林哲夫新书发表会。首先我们为林教授他最优秀的学生 URM 的学生，我们为台湾民主前辈戴正耀先生也是弟兄，我们请全体起立，我们默哀。请坐。悼念这位台湾民主的前辈，也是跟今天的新书发表也可以连结，是因为戴弟兄，他是因为在晚期，也受洗成为基督徒，是我们阿伟老师他的最得意的学生，在他从事公职民意代表。他在学历方面，他就挂一个学历，就是 URM 城乡宣教训练班的学生结业。那我们也悼念这位我们台湾的民主的前辈，他除了两任的不分区立委，也担任农委会的副主委。那么在他任期内之前，也代表。被阿伯老师指派到韩国学习农运，到菲律宾观察，去考察菲律宾的农业相关的政策，回到台湾成立台湾，这个台湾的农民权益促进会，那么之后担任公职之后，积极的投入关于台湾农民的权益，在整个推动的过程中，老农津贴条例就是在这位我们民主前辈里面他积极的一个促成这样一个成果，那么加惠全国每一位的辛苦的农民。那么到了2017年今年，那么总统蔡总统过关三等锦星勋章，那么到今年的11月18日晚间就上来是享年70岁。我们从这个幼儿园的训练、幼儿园的开花结果来滋润这块土地，这样的一种的温馨，这样的一种动力，这样的一种感动，那么联系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新书的发表。我们邀请郑国忠牧师演奏吹奏萨克斯风，那么曲目由郑国忠牧师来收。是由高代爱弟弟那边来分三次风，来各开唱白。我要有一首叫做《Your Respira》，北京话翻译叫做《你鼓舞了我》，但伊讲你激励了我。我用这首诗歌来做开始。Thank you.
我们感谢郑国忠牧师这样精彩的演奏，永不放弃。我们从我们台湾民主的前辈林哲夫教授，在他这一本《感恩直走台湾建国的路》，他就像一个台湾建国的工程师，在独立建国的这条路慢慢的长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么一直到现在，他仍然不动如山。就像我们台湾原住民、台湾族他所看的那个圣山大武山，就像赛德克族看到那个白石山，就像吴路看的那个东乌沙表，就是那个玉山，泰雅族看到的那个大巴尖山，不动如山。我相信这份坚持，就是我们台湾独立建国最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邀请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干事林芳忠牧师来跟大家说几句话。